只要逗人开心，大家欢乐，他就说他跟我说这样就足够了。你要做什么我都会愿意，只要你高兴我都会支持你。王彤现在非常的虚脱，所以说我们曾经发了一个声明，希望大家能够给他一点空间。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他的悲痛是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的，所以说希望大家能给予空间，让他疗伤止痛，我们希望他能走出来。每场的表演觉得他很累，好像在坚持着，这是我发觉到他是他好像表演好像都在坚持着，他的表演就是要把这个表演演完，我一定要演完，要做完我要做的事情。他好像不是在比赛，好像是在表演，只要逗人开心大家欢乐，他就说他跟我说这样就足够了。你要做什么我都会愿意，只要你高兴我都会支持你。